我们来看下这道题。那这道题考察的呢是这个程序控制指令。程序控制指令的话，我们在书上可能没有。那程序控制指令的话，主要是实现这个程序的跳转啊之类的这一些，有包括主要四大部分，一个是转移，一个是循环控制、调用返回、中断指令。我们会发现这些指令呢都可以实现这个程序跳到其他地方去执行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不属于这几个里面的只有哪一种呢？只有中断引指令。然后我们这个 A、B、D 三个选项都属于这四类里面。那中断引指令的话，是由硬件自动执行的某些过程，就是说它虽然叫引指令，但其实它不是一条可以供我们使用的指令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一些过程，硬件自动执行。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呢，应该选择这个 C 选项。这道题讲解结束。